要有协和，咱会更好。协和从60年代一直都是台北最优质的职业学校。非得在协和就要呛波爷的名，就没人敢当你。哎呀！我嘛是西班牙时，佮你第七英语嘛，林北我就甲你抛开地水。这是学校吗？跟我想的不一样。这家是正港协和学生，跳够搞笑。公主帮五人，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毕业。从小到大没有变过什么妆，这是我第一次。从现在开始，他的电路就是我的电路，他的成绩就是我的成绩。你要像恰恰这种到底是第一。你发小，你没经过教育的，没经过意义的。他。为什么要做老师？你为什么要当学生？什么公主吧？你真正就是你是公主了，然后你在你的身上真正这么大只。想要保你的腿，现在规个分数拢给咱保袂住啊！你知影无？是，今天你要是不交出成绩，有一天你就会被他们当死。你们为什么要逼我啊？你进来，你进来，啊你不进来！协和开个社团，你就是社长。我要他们机战机场。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上句点。